新歌王子，我的学长潘玉文。现在太急，还是啊？不，你出来，我要回正常，正常。哇，我们要见面了，我们要见面了。哎呀，有啊，说这期正常哦，就很瘦啊。对对对，哇，压力不大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现在拍照。好啊，拍照拍照。同学大家好 ，Hello。哇，不错，努力。对，在今天表演之前，就是想先跟大家玩一个很简单的游戏，就是因为我最近发行一个新的作品嘛，然后叫做《亲密》。就是怎么样跟一个人变得很亲近的这个亲密，对。然后我这最近走很多的校园，就会玩一个小游戏。嘿 ，Hello， 谢谢你哦，我还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设备。哦，好亲密哦。对。然后所以呢，就是我刚刚说什么？哦，对，要玩游戏。就是请大家就是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，就是打潘玉文 Peter Pan 就可以找到我。然后呢，我们来拍一张照。然后我希望你们可以把你们觉得亲密，可以形容亲密的一句话，然后到这个地方留言，然后我等一下会选出，选几位？五位，选五位，五位幸运，然后我觉得很有创意，或者是六位，六位，好，六位，然后就是会送你们神秘的小礼物，就是现场，对，所以我们先拍一张照，然后赶快到我的粉丝专页找你们在哪里，然后来留言，好不好啊？好啊。好，那我们来拍照。我站什么？好，数到三，大家一起比什么？好的，我们比爱心好了，好不好？亲密嘛，我们大家一起比爱心。前来，准备好，一、二、三。耶！谢谢同学。然后你们可以想很多很有趣的，或者是你们觉得很棒的东西，反正跟亲密，嘿你好，跟亲密有关的一句话写下来，然后我就会选你，好吗？好吗？好，希望你们今天都可以玩得很开心，因为我相信我会玩得很开心，所以你们等一下把热情跟手跟你们的声音借我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我要带来第一首歌是我成为歌手的第一个作品，那送给所有的同学，希望你们都可以捕捉到自己的梦想。这首歌叫《捕梦人》，谢谢。